干嘛呀？你别走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哎呀，我单位啊，今天等着我签合同，我得赶快回去。一分钟啊，就一分钟。那行，一分钟。来，你说，你看啊啊，你是咱们小区最大的老板啊，我是咱们小区最优秀的待业青年，咱们俩能不能强强联合，在你公司给我安排个工作啥的？好，可以啊。那你想干点啥呀？我给你当秘书吧。你都会啥呀？我啥都会呀。啊，那好啊，但我不是女的。不是，你想说啥呀？我不想做手术。谁让你做手术了？你谁呀你呀？聊这半天你不知道我是谁呀？我不知道啊。我还有欠，这人也太欠了，这人。哎，谁的车违章停车，罚款100啊！我的，哎，我的，你呀，我的，哎，这人把我忘了。你看，行，小伙子你真行啊！你今天让我成功的认识了你，啊、贴条了，罚了我100，对不起，再见。哎。没用，哎，张总干嘛？你卡落这了？卡？哎呀，这不是我的卡啊！就刚才在我前面取钱的一个特亮的那个人啊，他忘这儿了。对、哎，我还有事，我得赶快走，你在这等会儿吧。啊，他一会儿可能就回来拿卡来了，行吧？行，你放心吧。哎，那个、张总啊，那个我工作的事儿，哎，也别说工作的事了啊。那个这样，那个你拿这卡，你别在那个机器上瞎捅咕啊。我捅咕啥呀？也不知道密码。再说了、啊、他密码也不可能设计成12345665432一啥的、啊、对吧、啊、那个哎呀那我等会儿他吧。哎小姨夫爷爷他过了锻炼身体呢。哎锻炼啥身体起来、哎、小伙子咋的了你认识他呀、啊、我小姨夫爷爷哎呀就是他。哎大亮别说话大亮到这儿了，然后拿着纸儿，然后插进去。大亮，一个小子给我捣乱，别动啊！一个捣乱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插了。这是我的卡，你的，你捡到了，我捡到了，谢谢呀，甭客气，甭客气，太好了。哎呀，要不然我媳妇得骂死我！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没事了，谢谢。哎，那我走了。不行啊，做好事不能不留名。你叫啥？那个，我们公司张总。啊，啥？张总，你姓张啊？你一点都不脏。谁姓张啊？小张，我姓张，张总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小姨夫爷爷，为了还你这卡啊、哦，一直在这等着了。对，车都被贴条了，还罚了100块钱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啥没事啊？你为了等我啊，车被贴条了啊，还罚了100块钱。对，我给你。哎呀，那不怪你，那还行。哎，不是，你别让，拦住他。哎，不行不行，那哪行啊？我跟你说，来来，把手给我。有一个上千。不行。一毛，等会儿。哎呀，3分，没了。就1.3毛呢。这一分可挺难找啊，这一分呢。不是，这咱1.3毛就1.3毛吧，啊，我得赶快走了。不行，王小倩啊，借我100块钱，给他。我没钱，你大老爷们出门不带钱呢？你带了，我带1.3毛呢。你不有卡吗？取100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，不用。哎，他取钱推过来了，等等。那个，这我单位哎1000万大合同，我等着签。我打个电话，请示一下。不是。取100块钱还跟银行请示啊？对呀、啊，跟啥银行请示？比银行厉害多了啊！别说话、哎、哦，你俩可以说，女的不许说话。我这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哎，都是蛤蟆叫呢，没事儿。来，媳妇儿是这样的，咱们家呢，这个卡我落在这个提款机了。啊，是一个小伙子他给取的了，然后一直在这等他的车，因为这件事还罚了100块钱。你说咱是不是得给他呀？咋的了？你快点啊！干嘛呢？这是？让他骂一会儿。哎呦，别，快点快点！还在骂。大个子，我真有事，我等着签合同呢。这是大生意啊！你别着急，快去。
好。哎呦，媳妇儿，你别再骂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决定了，这120我给他。哎，回去再说吧。我是不是爷们儿？哎呀，好爷！哎呀，好爷！快快快，取钱吧。我的卡呢？卡，我找找找找，在你这儿，在这儿。不是这个。哎呀，你哪去了？在这儿。妈呀！妈呀！又咋了？密码忘了，654321。嗯，你怎么知道？不是、啊、那个，就是刚才你在我前面取钱的时候，你喊出来了，我听见了。求求你别再说出去，好不好？大家都知道了。大家说他的密码多少？你听听，我这顿揍算是跑不了了。求求你千万别传出去啊！